碰上目前在冬季联盟排名第一的日本社会人队，中职联队至今三度交手没输过。准新郎关凌丽今天单场三安猛打赏，九局上还一度敲回超前分，但牛棚没守住，两队5-5握手言和。中职联队近期6连不败，凌丽在今年东盟的最后一战单场3-3/2打点，图中职联盟提供分享，亚洲冬季棒球联盟图联合报提供分享。统一狮队总教练黄甘霖今天到场边观赛，子弟兵洪兴奇缴出6局3得失的优质先发，杨家伟也在7局上代打立功，敲出2分打点的安打，助中职联队扳平战局。9局上林立即出超前比数的2垒打，但下半局王洪成、朱俊祥因保送和安打失分，两队以和局收场。中职联队对战日本社会人队3连不败。徐某前的凌厉手感火烫，前一战才在9局敲制胜安打，助中职联队击败韩职联队。今天单场2支2垒打，缴出3安2打点，表现连续2战获选 MVP。 他在本届东盟初赛13场敲19安，打击率3.58%，都名列前茅。而打完今天的比赛后，他将就提前离队，为自己16日的婚礼做准备。日本社会人目前战绩9胜3败2，汉持续领先，前2败都是输给中职联队，直到前天不敌日职东军吞第3败，中职联队战绩8胜5败1，汉与韩职联队并列第二，仅落后日本社会人5场胜差。东盟明天起进入最后一周赛事，例行赛打到周4结束，周5进行5-6名排名赛，周末于台中洲际棒球场展开4强赛，冠军赛将在周日晚间6点开打。